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快了个屁！赶紧四处看看呀！嘿，你们快来看！12月31日，1993年，哎呦，咱都没出生呢，这店都多少年了？哟，没电了。咱明天去哪儿啊？去外地吧。 明天具体再说。我不想去。我也不想去。你脑子有病吧？啊，想坐牢啊？不至于，还他妈不至于因为你们入室抢劫，还他妈绑人？解憂雜貨店，小城音乐人。我去，你们别动啊！ 不知道这里是否还开着，请原谅我的冒昧。我的梦想是做出好的音乐，好音乐啊！几个当初在酒吧一起唱过歌的朋友都已经出专辑、开演唱会了，而我却一事无成。 我是家里唯一的儿子，父亲这几天生病，不回老家。其实我怕快退休了，他给我申请接班进他们单位，可是我不想放弃我的音乐梦想，不知道还能和谁诉说我的烦恼。如果您能看到这封信，希望能够得到您的解答。 杂货店，大家都称它为解憂雜貨店，因为这里可以咨询烦恼，有烦恼的人可以从前门寄信，第二天会在墙上显示回信。如果有隐私问题，门户门牛奶箱可以拿到回信。1993年，解憂雜貨店，就是我们杂货店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是以前的老信，刚从上面掉下来。 这信这么新，说明一点灰都没有，怎么可能会是老信？那会不会是这个人，还不知道杂货店已经关门了，以为还可以咨询烦恼，所以刚投进来。大哥，什么年代啊，哪他妈还有人写信啊？你们俩别无聊了，赶紧去接，明天早上出发呢啊！你说那个音乐人他会不会放弃自己的梦想？ 但是放弃，不比坚持容易。那如果是你呢？
你会怎么选择？我没什么可以坚持的，也没什么要放弃的。要不然你替杂货店给他回封信。好啊。哎，我看你们俩真的今天病得不轻啊。是。你说你都看了人家的隐私了，还不能给人家回封信啊？回个屁啊！你们不怕警察抓我们呀？报纸上说回信都是第二天来取，到时候咱们早走了。我说，两位大哥大姐，能不能撒泡尿照照你们自己啊？啊，我们现在都什么样了？你怎么永远都不听我的话呢？行行，来，姐，你爸都让你接他班了，搞什么狗屁音乐？真喜欢音乐，自己搞个直播，弄个艺装，你就成网红了。怎么样，这回满意了吧？你把信投哪儿了？报纸上说的，后门牛奶箱啊。直播是你投的？他说他不知道网红和直播是什么意思，他就没听说过。不是，一分钟都不到，他怎么可能把信回来了呢？十几天？什么几天？信上不写吗？我考虑了几天才给你回的信。我告诉你们啊，我自打一进这屋，我觉得这屋就不对劲。走吧，走。你等等等等，怎么了？我有办法了，小波，你给他回信，你告诉他什么是网红和直播。小波，啊，小波，不是你出来干嘛？赶紧进去。所以后门没有人来，但是牛奶箱里的信没了。前面也没人来呀。对呀，可是来第三封信啊。他都不知道手机是什么东西，这地方没法待了，走走走。不是，咱总得搞明白是怎么回事吧？走吧，走啊。人家把信寄来，我想回封信帮他。啊，你玩。我走了。我就知道你们俩离开我一会儿都不行。什么一会儿？都已经一个多小时了，小波他都快饿晕了。我刚在外面看了一个贴吧公告，说这个杂货铺从零点到明天天亮，什么一夜复活，让以前收到过回信的人再给店主写信。你还是在喝？怎么了，小波？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噎着了，噎着了，别动。让我省点心吧，没人跟你抢啊。什么意思啊？怎么了？影子，我进门的时候量过这个影子，从我们进门到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影子的程度应该有变化才对。不对啊，我刚才出门就一小会儿，真就一小会儿。我出门还看了手机，时间刚过零点，我还有手机坏了呢。不可能，你出去绝对不止几分钟。时间变慢。你不是说你刚才看到一个贴吧告示，里面讲杂货店会复活一夜吗？对呀，可是我刚才出去门口连一个人影都没有。但我们不是收到小城音乐人的信了吗？难道不是人？为了给你答疑解惑，我想先了解一下你的情况。
息联系？最火的电视剧是《新白娘子传奇》，至于雾霾，他都不知道雾霾是什么。北京正在申办2000年奥运会。不是，你说戒烟不会真活在这个90年代吧？我们刚才发现，只要把后门关上，牛奶箱里面的心就会自动消失。所以我觉得，后门是个开关。什么开关？时光通道的开关。没错，这房间就是时光通道。小波，再给他回信，鼓励一下他，让他坚持自己音乐梦想。不是你回什么回啊？这就算他活在90年代，那他也活不了啊！我们这个地方这么多年就出了一个张伟伟，还是个女的。结果有那么重要吗？他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就行了吗？自己成天游手好闲，你管别人干嘛呀？你回，我不拦着你。但他能用音乐养活自己吗？